记一页页翻开，字迹超工整，有条有序，连中国历史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位置图都是手绘的，让人不禁赞叹：这位同学，你也太认真了吧！但这些笔记其实都是网络买来的。有网友发文，有北一女学生网络抛售整套笔记彩色影印贩售，网络超夯，也让人大赞。这位女学生根本就是商业鬼才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真的蛮有生意头脑的，觉得可以用自己的头脑赚钱是一个蛮聪明的事情啊。只是买别人做好的笔记，到底有没有比较划算？实际跟一般市售考前复习讲义比一比，各科价格落在400到200元都有，一本以300元计算就要2400元，相较精美彩色影印手写会考笔记整套2600，其实价格落差并不大。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吧，所以就是买现成也可以当作参考。实际点开网站，平台显示已售出2653份，换算下来等于女学生已经入账689万元。这套笔记已经暂时卖完，私讯询问卖家是因为有部分科目已经卖光。目前卖家平台评价有4.9颗星，底下网友也几乎都给5星好评。高评价等于好口碑，间接提高订单成交机会。这回网络卖自制笔记，也让幕后名叫女学生意外登上媒体版面。三立新闻新闻。台北采访报道。